记者只系利用你嘅职责，你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，修读电机工程同埋资讯科。多谢你嘅支持，而家仲嚟得切嘅。放心啦，我都做好心理准备。儿童仲长期训练佢哋成为特工，估计呢啲特工已经大量渗入喺。Stay with me, 真中のドアを叩き、帰らないでと泣いた。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，七彩。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，你自己也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的故事感动。